心里别扭，招兵的时候说的就是新疆军区，路上就发了军装，到了八连就给了枪，俺就觉得俺是部队的人了，俺脸上都光彩。这军装才穿几年呢，又成老百姓了。情绪深没有啊？尤其是战涛他们，打了半辈子仗，突然不叫正规部队了，叫什么兵团？你说他们能想得通吗？那俺就能想通了。你劝自己。 就这么想啊，其实区别不大，只是换了个番号，叫生产建设兵团，啊，区别能不大吗？我这些天一直在琢磨，我现在倒是觉得成立兵团意义挺大的。哎，新疆和平解放了，新中国也成立5年了，那今后咱们部队最主要的任务，就不是打仗了。那这么多的新疆部队，总不能老吃公饷吧？ 啥叫公饷？那就是吃国家的。咱们新疆这么大，这么多地，这么多人，咱们新疆部队这几年啊，开垦了多少地？你能算得过来啊？多少？就咱们马连窝子一个连队，开荒就上千亩。真的？这么多地啊，这就是咱们以后最主要的任务，把这些地种好，把新疆和兵团建设好。同时，咱们也没放弃枪杆子。 祖国需要的时候，随时咱们可以冲上去，还是部队。你这么说也有道理。所以仔细想想吧，这个决策还是挺英明的，是长久之计。连长，你就是个文化人，你一说俺就明白。哎呀，我心里边也有好多疙瘩。你逼我，你不逼我，我不会这么说。你这个人没劲。 同志们，今天是一个大喜的日子，我宣布，咱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成立了。我们这支队伍经过战争炮火的考验，经过5年的屯垦戍边，在新疆这块地方扎了根，肩负起了 建设边疆、保卫边疆的重任，我们是一支光荣的队伍，是一支无往而不胜的队伍。今天，我们又有了一个新的番号，这是党和国家，是中央军委对我们的信任。我们虽然脱下了军装，虽然不再算是一名军人，可是我们的心 永远属于部队和人民，永远不会丢掉部队铁的纪律和光荣传统，更不会给部队抹黑。同志们，今天我们一样在战斗，我们在这戈壁滩上战天斗地，大伙吃了不少苦，可是没有人趴下，没有人后退，这就是军人的品质。我希望 都牢牢记住这一点，打起精神来。部队的作风，就是兵团的作风。在任何困难面前，我们都无往而不胜。总算是来了，我就等你呢。来了，正好赶上咱们的庆祝大会。吴团长，您刚才的讲话真的是太震撼人了。哎呀，哪里，快坐，快坐。好好好好。哎，老钱啊，要不要我把团里和各连队的情况给你介绍一下？啊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过几天我自己下去转一圈行。也好也好啊，深入基层，了解的情况会更直接一些。好。 是，团长，有个事儿我跟您说一下啊。啊，
你说，我来之前呢，师长跟我沟通过，有一个行动，咱们团可以安排。是上山剿灭叛匪的事儿吧？是。坎峰这伙人啊，上山已经5年了，这些年对我们不断的骚扰，师部也派小分队围剿过，可是这帮人很狡猾呀，仗着地里的优势，在深山里边跟我们周旋。我就是当年剿匪小分队的小分队长。 就是你啊！对对对，师长的意思是，这个事儿我来抓。好啊，就你来负责啊！我想先成立一个小分队，集中训练几天，嗯，争取一举歼灭这帮串匪。好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我抽调人员还得团里配合呀。那没得说。哎，老钱，我倒是有一个合适的人。 谁呀？刘北伐，你认识吗？刘北伐，我知道啊。这个人好像当年和坎峰是搭档啊。对，这个人身份特殊，参加小分队是再合适不过了。哦，谢谢团长支持。你跟我还客气啊！啊，老钱啊，你来咱们团，咱们就要一起工作了，就应该互相支持啊，把团里的工作抓好。是是是。 今天我要去趟巴连，咱一起去。我就不用了，我这刚来，我先熟悉一下团里。好，那好，那就改天啊。好，团长，你看那边啊，就是食堂还有厨房，你在这边归着，俺在这边归着啊，俱乐部在这儿呢啊。咱往那边看看。好啊，搞得不错，鸟枪换炮了。那是，我们巴连是标杆连，什么事儿不给所在牵动吗？你不闹情绪了，这你都知道了。 我听说你抱着枪杆子不撒手，老骚话还满肚子。哎，哎呦，北伐，我来看看你们新八连。大哥，把车上等我一下。是。哎，不错。啊，搞得好。你们俩都在，我就开门见山了。团部要成立一个剿匪小分队，我想派你去。剿匪？嗯。起义的时候。 坎峰带着一营人逃到山里，这些年对我们不断的骚扰，师部指示，要把他们一举歼灭。怎么，你有顾虑？团长，就没有别的办法了？莫非你有更好的主意啊？比如劝降。劝降？这些年啊，这些人在山上已经弹尽粮绝了，正是劝降的好时机。 就凭我以前跟坎峰的关系，派我上山，我想是最佳人选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怎么，你有意见？我有意见，他就不能去。内蒙人现在是土匪，那六亲不认的。你上山干什么？你去等于往虎口里面送，有去无回。你接着说。上次上山伐木的时候，那个坎峰还给他劝降呢，就凭这个，就不能平白无故上山把命丢了？他们要是真有心投诚。 就不会等到现在。我觉得劝降这主意啊，就不是什么好主意。嗯，当然了，能劝降那是最好的了。可是这帮人逃到山里已经5年，的确有兵变症的匪。劝降不是那么容易的。你看看，不是你想的那么难。可是我想试试，团长。我看这样吧，我们回去商量一下。 很快就会有结果的。不过呢，有一点，如果团里同意了这个计划，我希望你们能保密。这是为了北伐同志的安全考虑，能做到吧？放心，团长，我是军人。我不是啊。好吧，就这样，我先走，等我电话。好吧，你回吧，别。 不要命了是吧？啊！你是不是疯了？怎么了？两国骄兵部长来使，哪至于啊？你觉得自己特别有能耐是不是啊？我没有能耐，刘爸爸。 你一条命不要，我还要吗？哎呦妈！你这话让我感到。
你想，站长，如果我不出这个主意啊，这伙人肯定死路一条。你要救他们命，十万大军都能投诚，他们为什么不打？他们要能投诚，早投诚了，能等到现在吗？可是我已经请命了。你撤回，你给团长打电话，你打。这不是蔫坏吗？你这行啊，我知道我在干什么，我只想再干一回老本行。你现在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是还有你玉兰什么我呀？你要是真出点什么问题，我怎么向人玉兰交代？没成一家人，交代什么？劝降，对，这个主意是北伐同志提出来的。团长，没用，我早就试过。可他说他有把握，成不稳气。哎，也不能这么说，北伐同志办事一向是很沉稳的，他又熟悉坎风，可以说是知己知彼。我也觉得这个方案可行，所以赶回来，就是想和你商量一下。我没意见。那好，我现在就打电话。哎，不用，团长。我建议啊，小分队还是要组建，训练照旧。劝降是个极其危险的任务，我怕一旦出现意外，我们也好接应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老钱啊，还有这件事情，仅限于咱们几个人知道。为了北伐同志的安全，需要保密啊。放心吧，团长。来，帮叔叔捡过来。哇，真白，好白呀！好白。叔叔教你啊，劈小木头的时候要保证安全，这样。哎，啊，会了没？对吧？会。哎，把那个搬过来。解放，我让你去叫你娘，叫了没有？哎，俺叫过了。解放，娘。哎，营长。哎，营长啊。哎呦，解放抱这么大，真能干呢。我到师里。师里，干部啊。办一个培训班，团里派我过去。多久啊？说是十天，可能会长一点。来，给。哟，干木啊！我给你们配了把钥匙，干脆让解放你们俩一块过来住吧。俺不搬，你这不就十来天吗？搬来搬去的费事。不住我这儿总比大宿舍要好吧？铁闸都给你们准备好了，啊，这一天都比一天冷啊！住这边解放能舒服点。学啥呀？说是小玩玉州。那么有学问的人还要学啊？来的是专家，当然不能学了。解放真能干。解放，你告诉你娘，劈小木头的时候怎么能安全？哎，真聪明啊，富豪。哎呦！时间长不擦呀，就生锈了。还是个军人样。那是，你是没看见我以前啊上战场时候的样子。俺能想得出来呢。啊？是吗？我杀人啊，可不眨眼睛。你杀的都是小日本国民党，你是个大英雄。就你会夸我。俺不夸你，夸谁呢？今天团长来连部，做啥指示了？没啥指示，
就是说一下生产上的事儿。生产上的事儿，开会不是说过了吗？那说过了就不能重说，领导就不能下基层了。行。你这衬衣上的扣是不掉了？哎，你脱下来，俺给你坠上。哎呀，不用不用，明天再说嘛。哎呀，你赶紧脱下来。你是指导员，这不能勒里勒他的，这要让人看见了，得说你家里有个懒婆娘。谁敢说我呀？就喜欢这个味儿。啥味儿？你身上的味儿呗。上山了，对，上去了。啊，他一定能够完成任务，我们就等他好消息吧。老钱，你终于想通了。团长的决定是有道理的，支持，支持。北伐这次上去，担子也不轻啊。没事儿，能行，肯定行。哎，可是我们还得有所准备。你的小分队组建的怎么样？我这就去七连，把徐根发他们召集起来。这些人前几年跟坎峰打过交道。他们对山上的地形也熟啊。嗯，好，顺便了解一下生产上的事儿。好，您放心。老六，老队长，老曹，啊，你追我干嘛？我送送你啊。老刘，你这一路去啊，一定要小心啊。反正你这一走，我这心里不踏实。干嘛？舍不得我？别在那犯酸了。山上那伙人没你想的那么简单，这几年在咱们手上没少吃亏，我怕你这去他们把你当成活靶子了。放心吧，我有准备。哎哎，这个你拿着。不，枪不能带。你拿着嘛，你先给它藏在一个地方，等用的时候用就行了嘛。你也是打过仗的，深入虎穴带枪是大忌。你做过卧底，想用的时候一定能用得上。你拿着。对方会怀疑我的诚意，不过你的诚意我领了。来，干啥？告个别。踏踏实实，平安回来。放心。站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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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战袍做的，啊，俺倒是想做双虎头鞋，可俺哪有那福气、啊？你说你们俩咋那么长时间都没动静呢？谁知道，就是没怀上。我趁年轻得抓紧啊，姐。战袍一门心思对俺好，是真心疼啊。
咱俩不就是没个娃吗？不碍事。咋不碍事啊？战涛他不在乎。他说，就俩人过日子也挺好。这叫啥话呀？二妈，不会是你的问题吧？不知道，要不要姐陪你去医院看看？哎，咱们去市部医院，大医院看得准。不用，我自己去就行。那就抓紧啊，看看到底谁有问题，抓紧时间治。嗯，你说男人结了婚哪有不想要娃的？嘴上不说，心里都不知道急成啥样了。咱们爸连着结了婚的，一个个都抱上娃了，他能不眼馋？你也知道。姐，你不说不住的吗？咋又住回来了？那屋子空的也是空的。那等连长回来，你就别走了。怎么还没办？证都领了，不跟办理一样吗？那能一样吗？本来说国庆节办的，这不冰糖一成立给耽搁了。你现在又去上学习班去了，不过也好，俺不急。那等连长学习班回来，就抓紧时间办。真是你啊！终于来了啊！赶快送吧。是。孔二狗，你他妈瞎呀你啊！大哥，我真没认出来啊！老营长，你们认不出来？一个个瞎子。大哥，我替兄弟们给你道个歉啊，对不住。看来我的面子还好使。那是啊，你是我们老营长啊。走，上我那儿。走。谁来？班长，你叫我。葛军啊，交给你个任务。什么任务？刘北发上山劝降去了。劝降？对啊，这次任务很艰巨，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。团里边会全力配合的。你的任务是传递情报，每三天上山一次。是要我跟刘连长接头吗？不，他会按时把情报送到指定的地方，你负责取回来，再把我们的安排传递给他。团长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葛军啊，出入土匪的地方，一定要多加小心。放心吧，团长，我机灵着呢。来，过来看看。啊，你看，就在这儿。就这个山头。对，一定要记清楚。哎，各位排长，到我这儿来开个会来，排长们。哎，总干部，快！又咋的了？这样啊，我说一下，这块地啊，再有十天半个月，咱们就干完了。各个排呢也做好准备，咱们连啊，跟团里打过报告了，准备修干渠。修干渠？咱们现在水库还没修好呢，那修了干渠，它不就是个摆设吗？哎呀，你这什么眼光啊？短一大截的。王长喜，你每天不呲我两句，你是不是心里就难受啊？你，赵排长，我说你短，你还不高兴了啊？
我看你啊，也没必我藏在哪儿。行了行了行了，跟个娘们似的，见了就掐。指导员说，我说到哪了？修干渠，修干渠。对，赵金也说了，修干渠也是个摆设。什么摆设？这样啊，咱们不能等米下锅，啊，要找米下锅去啊。你看这水库万一建成了，咱们干渠还没弄呢，那往那个戈壁滩上灌水啊？听到没？这叫有备无患。行了。蝈蝈滩那片地，明年开春一定要给他干去。哦，那可不老少哎。那就通知各排，抓紧时间吧。啊，散会。好。来来来，快点起啊！要修干渠了啊！哈哈哈！俺们女兵排不能落后啊！好。都加把劲儿。好嘞。大勇哥。俺嫂子让俺告诉你，她要嫁人了。她说就写这一句，可俺想跟你多说两句。其实俺嫂子心里还有你，她一直盼着你来跟她成亲，可你来信却说要结婚，俺嫂子误以为你要跟她结婚，还着着急急想要赶回去，可得知你要娶的是别人，俺嫂子才彻底伤了心。大勇哥，看啥呢？俺嫂子信啊。不是你姐来的。哎，那我看看。哎，别看了，你姐也没说啥，就说让你好好念书呢啊。哦。明天不是要考试吗？对啊，考期中呢。那早点睡吧啊。嗯。娘，俺爹啥时候来？你爹不来。俺就等着他呢，俺爹不会骗人的。爹工作忙来不了。姐夫，刘叔叔好不好？嗯，刘叔叔好。刘叔都好在哪儿啊？刘叔教我搭这个。哎呦，姐夫，你搭的这么好啊！嫂子。哎。姐夫。哇。吃了吗？吃过。烙的饼，你们带了几张？哎呦，姐夫，姑给你烙的饼。俺那天看到李留意了，俺说了他，他最近咋样？狗改不了吃食。咋了？没咋。俺看了，整个马连窝子呀，他最怕连长了。他跟俺说，说连长看他的眼神里带杀气。有个盼头也好。嫂子。俺给大勇哥的信，不止写了一句话。你还写了啥？俺说嫂子心里还有他，是他先伤的你。你说这些干啥呀？俺就想着你一片心意白瞎了，他不能知不道。咱们俩走到今天。你说这些还有啥用？嫂子，你真就打算在这儿住下吗？你这样可一点退路都没了。那还往哪儿退呀？看心里就是别扭。天然的，雪水化了直接喝。
住岩洞。哎，这地方能住啊？啊？怎么了？不挺好的吗？塌不了。塌不了。这么多雪。没事，雪都化了。就差天堂房地上床了。嗯，这个抢的。什么叫抢的呀？这叫借。借借。哎。嗯，美，还挺知足。嗯，嗯，哎，你别说，像土匪。这话说的，什么叫像啊？就是。哎，自打上了山以后啊，一没有组织，二没有家，不就是为了占山为王来的吗？大哥，啥也不说了，端起来吧。嗯，咱哥俩有多长时间没在一块喝酒了？整整五年，五年了。哎，别着急喝。这五年啊，兄弟，我可是一直都想着你。你，谁信？在心里。你呀，碰一下。嗯，当年你答应过我的事儿。说等我，小子说好不算数。啊！我就知道你记着这个事儿。你干什么呀？让我猜中了吧？一见面肯定就得因为这个事儿骂我。按说当时啊，我是应该等着你来的，可是，在那个节骨眼上，那来不及了呀。你呀，这决定太鲁莽。没办法，逼上梁山了。谁逼你了？我自己啊，大哥，我是个军人，军人最忌讳的是什么呀？投降。兄弟，我当兵打仗也十几年了，仗没少打，赢也赢过，输也输过。可是你让我去投降，哼，对不起，想不通。所以你就脑瓜子一热，就这样。嗯，当时咱们俩分析过形势啊，我说国民党肯定完蛋，你不信？是，当时我还记得那个，咱俩因为这个事儿喊的脖子筋都快断了。嗯，真硬。结果呢，我的话应验了吧？我以为你真信了，不等我，带着队伍跑。那不是受了尤团长的鼓动吗？你知道他怎么跟我说的吗？管峰，先上山积蓄力量，等时机一到，咱们就开始反攻。就是他说的。那他鼓动你，他怎么不上山？尤团长已经投诚了，你不知道？知道，后来知道的。就我们这伙人上山了，大傻子，冤大头一个。来吧，给你大头喝一个。嗯，哎，那怎么办呀？已经错了，将错就错呗。有错不怕的，有错你只要改。好好好，大哥，不说了啊，不说这个。你能来，我高兴，特别高兴。别着急走啊，住些日子。咱俩慢慢吃，慢慢喝。你得好好跟我聊一聊，你都不知道这几年我在山上都快憋坏了。真香，馋死我了，姐！以后你天天来，我给你做好吃的。还是到这儿好。对呀，煎饼吃。这地锅子也做不了啊。这什么味儿啊？这么香啊？这闻着味儿就来了。俺可没做你的啊，指导员。哎，我不是来吃饭的。我呀是来看看我家二曼的。得了，我还看我呢，蹭饭就蹭饭呗。这白天不见晚上见的，分开一会儿都不行啊。哎呀，你那么沉了啊？好了好了，吃饭了。好了，来来来，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。嗯，饿没饿啊？姐，哎，你那袄子哪来的呀？连长做的呀。做的啊？你看人家连长，回头我也做一个。坐坐坐，来来来，吃煎饼了。一不就大煎饼，最好这口了。来来来，二曼来。
来吃一口。姐，嗯，连长去失礼，你没让他带上衣服回来澄清穿呀？他去失礼，俺跟他成啥亲啊？俺跑失礼跟他成亲啊？你去呗。哎，指导员，嗯，俺还想问你呢，这连长都走了10天半个月了，咋还没消息呢？嗯，这管我要人来了，这是。10天半个月，这不还没到半个月呢，着什么急呀？说过10来天就回来的呀。哎呦，这是想他了。那就问问。哎，问得好，你不问我还不知道呢。你知道个啥？知道个啥？哎，你说我知道个啥？有人啊惦记老刘。大葱堵你的嘴。嗯，好吃不，姐夫？嗯，哎，这金饼啊，就带着这个大葱，要点小鱼啊，那就太好吃了。嗯，小美的还小鱼，哪来小鱼？战叔叔，嗯，河边有小鱼，俺去给你捞。是吗？姐夫啊，不敢自个儿去河边，那危险啊。嗯，看你招惹的。再来，战叔叔带你去好不好啊？哎呀，你别忙活了，让我好好伺候伺候你。快把鸡蛋吃了，有营养。哎呀，不吃这个，俺就想喝点稀的。那哪行啊，亏了我儿子。啥叫你儿子？是俺儿子。咋的？你想吃独食啊？哎呦呦，看把你给能耐的。哎，连长这2天去哪了？你个败家娘，打听老刘干啥？你是看上人家还咋的？那可不，人连长长得有模有样的，俺就看上了，怎么的怎么的。不太了，你要是敢朝三暮四的，我非揍扁了你不可。怎么着，还卖给你了？那不咋的，我娶了你，你就是我媳妇儿。你看你看你现在这样，哪像个老红军啊？我哪儿不像老红军了我？啊？咋的了媳妇儿这是？不会是要生了吧？啊？那你，哎呀，你站着干嘛？赶紧叫人去！别急啊！别掉了，别掉了！玉兰，咱叔叔不带你去。玉兰，大胖，咋了？我叫彩娥，她是要生了。这，那我们赶快去。对，哎，站长，你帮我看着解放啊。嗯，我们去了，你看着啊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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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咋还没出来啊？大炮，别急啊。啊。顺顺利利的，别怕啊。啊。生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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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不是？我在罗家属啊。不是。生了，是个儿子，6斤7两。我儿子。我有儿子了，我有儿子了，行行行，我自己看看。可是你这个医院不能进啊。我看我儿子，你不让我进的。哎，好，大宝，大宝，医院不让进的啊，产房不让进的。三哥。你个败家娘们儿，你给我们老耿家长脸了！败家娘们儿，哎呀，高兴的事儿啊，高兴的事儿。行啊，一会儿就出来了啊。我有儿子了。那就挺美，啊。非常险峻啊，看见了吧？就眼前这片山，大哥，我告诉你啊，这里哪有树，哪有水，哎，哪有哈萨克的毡房，就连哪棵树上有块疤，我这心里一清二楚。你先告诉我，下一步会不会摔跟头？不能不能，有我呢。真是挺美的地方。嗯啊，要不教不了你。那是啊，这叫什么呀？这就叫占山为王。什么年代了，还占山？你是战士，你想要的不是当土匪。那我想要啥呀？你想要国民党反攻大陆，可是眼见着。越来越渺茫了，这你不能不承认吧？啊，没希望。这时间长了啊，你自己骗自己可以，怎么跟这帮兄弟交代？想不想听听山下的事儿？
我给你讲讲。好啊，说说。马连窝子知道吗？知道啊，我就在那儿。啊？